哇，完，哦呦，相当可惜，差一点这球没砸进去，要砸进去了，太精彩了。那也是做好准备，给更好的一个状态呈现给大家。好，比赛开始了。相比，他应该有条件打 CBA， 是，而且他的目标应该也是 CBA， 没错。好球。 这边郭浩文利用，王浩杰呢，刚才也直接攻篮下，让郭浩文反击自己一条龙。郭浩文确实在运控他的视野，现在投射有一定把握，有爆发力。有防守，定位为一个三 D 的球员。哎、对对对，主教练张建之的，是，已经是执教北大30年之久。机会，好球，漂亮，又是郭浩文吧？又是郭浩文。 来，我们继续看比赛。调整之后，郭浩文利用个人突破，厉害。对，这是最有杀伤力的办法了。是，2米的空位。对他现在打大学生那些外线的所有都是错位。对，没错。出色的这个运控能力，作为00后的球员啊，在这一批当中优秀的代表，获得也是通过他的防守的反击，包括攻击到篮下。哎。 闯进突，又是郭浩文，就是问题简单化。对，你既然没有那么熟悉，那你就干脆以最强的点去解决问题。没错。郭浩文的第一个 CBA 赛季适应联赛，给很少的一些时间去上场，但是随着比赛的推进，他的这个上场时间就均得分9.9，差一点点，1.0，哎，又是郭浩文一抢断。 漂亮，再来21，郭浩文这场比赛是大放异彩，是。郭浩文相当可以，相当可以。那么身体天赋很出众，而且这个技术运用比较合理。刚才是在这儿投进的，对。郭浩文，哎呦！ 相当可惜，差一点，这球没砸进去，要砸进去了，太精彩了！砸进去，他就有资本竞争 MVP 了。是。好球，又差一分。大学生联队今天这边啊，是一点。王天泽呢，现在是在美国那边大学。对，明天，凌晨，他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打普林斯顿大学。对。 放松，对，步步紧逼。郭浩文如何？漂亮，很聪明的勉强。又是郭浩文，对，这突破是真犀利。